反对黑箱核准裁员，反对黑箱核准裁员，教师要表达意见，教师要表达意见，反对黑箱核准裁员，反对黑箱核准裁员，教师要表达意见，教师要表达意见，升等回归奖励，升等回归奖励，评鉴不绑招生，评鉴不绑招生，扩大高教资源，扩大高教资源，改善生师比，改善生师比。高教工会一年以来，我们接触到的非常多的个案，一再的回报告诉我们，现在在大学里面担任老师的处境相当的危急。我们问说什么危急呢？他们告诉我们，如果在大学里面你没有办法在限期内6年内完成升等，你如果没有办法达成良好的招生，没有替学校拉近足够的产学，你的评鉴可能会未通过，或者你的系所也许状况不好，招生比较差，被合并了，你们的工作权通通都会不保。尽管最高行政法院在过去一年来已经一再的做出判决，教师，我国的大专教师受到教师法的保障，教师法里面明定教师如果要解聘不续聘，必须要有所谓的法律上面违反聘约情节重大的事由，才能够进行解聘或不续聘。而且这些解聘不续聘不但要经过学校的审议，也要经过教育部的核准才会生效。但我们为什么这样来到教育部呢？原因无他，教育部不但纵容各个学校任意的继续以所谓的限年生的条款，以评鉴绑招生、评鉴绑产学的方式，要来可以在校内恣意的逼退老师，甚至老师不愿意接受，他们勇敢的抗争到底，学校强硬的把他们送到了教育部要来解聘不续聘。过去一年来，我们看到太多的案子，教育部还是一样恣意的核准。所以哦，就在这个时刻，7月31号是非常多大专院校老师聘约的最后一天，我们无奈的选择被迫要站出来喊出我们的心声。而更沉痛的是，我们知道教育部目前的部长吴思华，过去一年来他对这些大专老师的权益是完全不予理会，他甚至宣称的老师，台湾目前5万名，应该要砍1万名，剩下4万名，甚至砍更多，砍1/3。我要跟大家报告，工会已经一再的指出，面临所谓的少子女化，不应该是恣意大量裁员的借口。少子女化应该是改革教育品质的良机。我们看到中小学就会了解，中小学面临少子女化，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裁员。为什么今天大专院校的老师会遇到这样的苦难？最大的原因是我们的主管机关教育部对于各大专院校生师比逐年恶化、学生超收、老师没有招聘的这种处境丝毫没有介入，导致啊偏乡的学校，导致啊技专的院校招生非常的困难，学校就开始自己的解聘老师、自己的裁员，教育部员没有任何的管制哦。如果教育部统筹性的规划，如同中小学用改善生师比的方式因应少子女化，没有那么多的老师必要要离开校园哦。而且相反的，随着学生人数渐渐减少，老师不变，每一个班级每一个学生能够接受到的老师的教学是更多的、更深厚的，对我们的教学品质才能够有效提升哦。所以我们今天站出来总共3项诉求哦，我们重申。第一项是我们要求，我们抗议教育部纵容各大学侵害教师的工作权。明明法院的判决，明明教育部自己的函释都说明了，
这样的一种限期卫生等这样的一种招生评鉴榜招生评鉴榜产学的方式，不能够作为解聘不续聘老师的唯一理由。为什么到今天每年还数百名的大学教师要面临这样的威胁？教育部到底做了什么？我们要来问清楚。第二点，我们要抗议教育部在核准这些教师的不续聘处分的时候，他从来没有邀请老师作为利害关系人来有机会参与程序表达意见。教育部怎么样来处理这些核准的程序呢？他们只单方面的看学校给他们的资料。我们去年协助育达科大的老师来到教育部，教育部官员给我们的回应是，他们这个核准的流程本来就是只看学校的意见，他们不会再额外再来听取老师的意见。但是我们今天请来的法律专家要告诉我们，学校的核准处分在法律上面要合乎行政程序法上对行政处分的要求，有义务要让当事人有表达意见的机会，不能够只单方面听从某一方，例如校方的意见，就自己的做出决定。所以我们要抗议教育部，要他重新来修改这个核准的流程。最后第三点，总体性的结构的改革，如同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教育部他有意愿，他有责任要来捍卫台湾的教育品质，他面对当今的高教危机，他应该要做的是扩大教育公共的资源，改善生师比，来因应少子女化，而不是放任各个学校随意的以招生不足、招生困难，甚至招生都还没困难，就任意的来把老师给裁撤，用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逼退他们、解聘他们、不续聘他们。对于老师停聘、解聘、不续聘哈，这个部分在大学法第19条、第21条有一些规定啊，因为教师评鉴学校里面是可以定一些基于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可以定一些其他的规定。不过我们强调的就是说，要经过校务会议的通过，而且要纳入聘约。那教育部强调的就是说，我们除了学术发展的需要，还要兼顾教师权益的保障。好，那怎么保障呢？跟各位报告啊，我们其实老师呢在送出来评聘解聘不续聘之前，我想你清楚这学校啊，要先经过三级系教评会、院教评会跟校教评会，要经过三级三审。那在这个阶段呢，校内的阶段呢，老师都可以当面亲自去申诉，或者是书面的申诉。这个部分呢，我们在校送出来之前呢，我们都强调这个程序上要完备啊。所以，我们问一下，对不起，各位先让我讲完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各位刚才我也拜读各位的那些新闻稿哈，那上面有提到说有上百位老师，那我跟人事部确认一下，今年其实我们受理的哈，到目前为止是个位数，是个位数。那为什么呢？因为只要程序不完备。那我们在部里面我们还要检查什么呢？除了学校的理由，我们还要看老师也有个人的理由，老师都被逼退了，只要程序不完备的话，我们都会退退。老师会不会事先知道你们要审啊？这个部分呢，我再跟各位做一个特别的说明哈。我们就是说，在于因为大学老师是教学研究服务，所以也是要研究的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尊重各个学校，他因为刚刚问你是在审核的时候，老师有没有办法表达意见，他事先知不知道吗？讲重点，所以我们强调呢，是在教学研究的需要跟教师权益的保障之间做一个平衡。市长，这样我没有听懂我们刚刚问的问题。我们问的是说，当案子已经送进教育部进行审核的时候，各位，你们有没有让老师有可以表达他意见的这个空间？那你刚刚没听到？那你刚刚没听到？刚才没讲啊。刚才说我们除了审核学校的理由之外呢，我们也有看老师个人的意见。老师会不会知道啊？老师会不会知道什么时候开会啊？老师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吗？当然，这个部分呢，为什么会退回给学校？为什么会退回给学校？就是因为程序不完备。你没有看老师的意见呢？教育部今天有承诺，未来在做行政处分的时候，就是老师的解聘、停聘、不续聘的时候，会通知当事人啊。会通知当事人。那现在已经在进入程序的，是不是要停止？有没有这个承诺？先通知当事人嘛，改革就是这样子嘛，可以吗？
可以，好，那现在在审的就停止，然后通知当事人，让当事人表达机会。第二个，生丝皮，通知当事人表达意见嘛。第二个，生丝皮，刚有说，在一年之内是不是？110行政度就是八月一号哦。好，八月一号要开始实施了哦。一定就会实施，确实的，我要问一下，好，一定就会实施。因为我们是以学年度来计算的嘛，哦，所以104行政度，这是这个两件良心的人说的。对对对，两件良心。就是104行政度。再来，有关于这一个招生跟产学放在评鉴里面，让老师失去工作这件事情，到现在你们没有一个正当的回复，你们只发了一个文，但是上又不按照那个文来做。这个我要说明一下，产学我们是鼓励的。我们也鼓励啊，谁不鼓励呢？那跟他失去工作权有没有关系？在这个评鉴里面嘛。各位，你今天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当过，你要 push 一件事情，没有，没有当过官，我们不是服务，我们是服务，没有说当官的。不，你就是官啊，你就是官啊。我们现在哈，因为你老师也是官啊，你要服务学生啊，我是官啊，服务学生嘛。我是老师，我不是官啊。所以这样子哈，因为没有公权力啊。好，我们那这样子哈，因为我们其实老师不只是说做教学研究，我们希望也要加，我们鼓励嘛，我们鼓励嘛，所以他不应该放在评鉴里面让老师被剥夺。怎么样鼓励？这是你们自己发的。这个部分的后遗症哈，我们也因为有什么时候检讨报告提醒，我们也一起。你给我一个检讨报告，我们也一起在讨论。给我一个检讨报告。